为什么里面会有瓜菜？好嘞，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为了防止双方就是运气太差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有一次可以换掉自己的其中一位。我已经想好了，你要换掉哪一个瓜？我要换掉花鸟眷瓜。花鸟眷瓜这不亏啊，又算是水系对吧？然后它是花鸟眷，模仿的花鸟眷它也会飞，水，这是水空双修。为什么要换掉花鸟眷瓜？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嗯，确实，我就是觉得它长得怪怪的。是要换谁呢？好，那么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水产的瓜太对会赢，还是我这边的飞行系金龙会赢呢？对吧？不会真的神龙要 A 死？白尾，给我白尾！神乐灭灵气，冲冲冲，炸炸炸！白尾！哎，怎么不出发呢？来个 Tokyo 开开机！白尾，给我白尾！挡不住我的灭灵气的面具啊！给我白尾！面具都已经上到你秦明身上了。哇，这输出，这谁顶得住啊？最后一下啊！可恶啊！悠悠，再给我们说一下我们的惩罚环节是啥呢？拍对方的照片，并且要发微博。这是赢的拍还是输的拍？输的拍。嗯，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你就是要重复一遍。等等，你的直男是不是用原相机直拍呀？那当然不会了，我会用一个非常好看的特效。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那种把脸整成蛇精的12级美颜？这就是貌似天仙，仙男下凡，花容月貌，如花似玉，花颜月貌，玉洁冰清，冰雪聪明，明艳动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人间尤物，白璧无瑕，美艳绝伦，楚楚动人，楚楚可人，美丽动人，倾国倾城，国色天香，惊世，等一下，绝世惊艳，二八佳人，艳压群芳，惊艳四座，出水芙蓉，小鸟依人啊，我不想读了，这就是。对悠悠啊，你看到了吗？悠悠，我再跟你确定一下，刚才真的是我是赢家，他是输家，这是对他的惩罚环节不是对我。这波是反套。我再看到下面写的，你好，在现场，这真的是直播间过来的。给阿白的惩罚环节不是给鸽子的惩罚环节吗？我来看看，哎，你看他给你拍的还挺帅的吗？是呀，我当时我的表情就是地铁鸽子看手机，好吗？你这样看起来只有100斤。地铁鸽子看手机，这不是挺帅的吗？大家赶紧要该截图的截图，该保存的保存。这个可能他们过会儿万一偷偷删掉了呢。哎，是拍的挺帅的呀。嗯，点个赞，谢谢。来，我们那个已经进行了我们的热身赛了，然后惩罚环节什么的也已经过了，我们快点先把这个换一下，一会儿切回去。快点，又是颜值，要有画面了，要有画面了。我能不能申请一下把这个作为我今天切磋时候的头像？可恶，太坏了。然后我们马上就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名士邀请赛的环节了。是的。各位阴阳师大人期待已久的殴打鸽子还有殴打白素贞的环节马上就要来了。Round one, ready, go. Round two. Round three. Round four.好嘞，那接下来呢，他们俩在这些名士邀请赛里面就算是做打擂主，就算是打了一个平局。那么问题来了，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说好了平局啊，平局那不就大家就不需要就没有惩罚了吗？所以我要跟你们说的就是，你看我的台本是没有任何更改的，我台本上面写的是平局一起接受惩罚。感谢你们俩的争取，本来只有一个人的。这我并不是
阿巴对你这么好，你就让我了。本来只有一个人的，不可以。然后这个惩罚，由于你们俩之前没有听，所以你们俩非常开心的拉成了平局。在这里呢，我也跟直播间还有现场的两位讲一下平局是什么惩罚呢？就是蒙着眼睛给对方涂口红。蒙着眼睛给对方涂口红。那由于是平局，所以就是蒙着眼睛，你们俩双方给对方涂口红。然后我要在这里问一下，各位现场的小伙伴，还有我们直播间的阴阳师大人们，如果他们要蒙着眼睛给对方涂口红的情况下，你们想不想在微博看到他们的照片？如果想的话呢，大家就在弹幕上扣一；如果想的话，大家就发；不想，咱们就不发了。你看我多公平！来，你们自己看。把你的脸靠过来。来。我给你涂的多帅啊，我感觉我好像是刚刚吸血了一样的吸血机啊。我摸一下，是在这里对吧？哈哈，我找的真准。等一下，怎么硬硬的？我感觉好像还没涂完，差不多了吧？大概。虽然我还没有看见，但是就刚才脸上奇怪的口感，镜子在那。好好，谢谢。那我来看一下，好活。你还反正嘴是够到了，起码我够到了。等一下，起码我好像够到嘴，好像比你多那么一丢丢。OK， 那我们现在惩罚环节结束，下面呢应该是下面就快到了我们的结束环节了。也要和各位，即使到结束环节，我们也要把这张好看的照片。哎，我本来还想留到背景呢，导播可太给面子了。太给面子了啊！谢谢导播老师。好嘞，那现在马上就到了我们的结束环节了。然后在结束环节之前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哎呀，你看看大家的弹幕，两个是太阴生吃个人，我很抱歉，生吃个人很抱歉。好嘞，那我们刚才经历了这个民事的邀请赛，然后各位也已经平手了，然后我们该处罚的环节也已经处罚了，微博呢也已经发了照片，已经拍了，各位有兴趣的阴阳师大人们就赶紧去他们俩的微博上面，该截图的截图啊，该当头像当头像，记得关注一下，该永久保存的就永久保存。那在我们今天的活动结束之前呢，我们就有请在座的生吃小孩两位嘉宾对我们的所有的阴阳师大人们说一句祝福的话吧。希望各位阴阳师大人们都可以在本届载战中取得好的成绩，为自己应援的载拿下更好的排名，为载而战加油冲啊！希望各位阴阳师大人们能够脚踢斗技大名士，拳打地鬼争第一，那么希望能在载战中打到一个理想的好成绩，加油呀！谢谢，谢谢大家。直播间响起了我一个人热烈的掌声。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也要结束了。对对对对对，拜拜。好的。刚才的图片马上就要发微博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该转的要转了，拜拜，拜拜，拜拜，结束了。学习姿势的，哎，那刚才我也偷偷了解。
以及神秘金发。这个惩罚呢，最后是由琪琪来定的。好，没问题，我一定会温柔一点的。七老爷的号打的，他也要为我们的家这个惩罚好，谢谢家人。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活动呢，包括娱乐大乱斗还有线上名师邀请赛这两个环节。娱乐大乱斗呢，其实也就算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热身赛了。你们两位有什么把握吗？我之前呢也看过一些比赛规则，但我现在暂时不太也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样的规则。到时候娱乐大乱斗的时候，就是我和范范进行一波对战，没错。然后这个具体怎么娱乐法呢？我不知道，他有可能会给我们来一些规则，上让我们上架什么 N 卡呀什么的。现在的感觉就是威。哎，对，这个到时候就告诉大家。然后如果他要让我上 N 卡什么的，我或许会还有那么一丝丝赢的希望。我今天在我的账号里已经练好了几张 N 卡了，看看不得了呀。你有备而来。对，有备而来。哎，毕竟不能被打得太惨嘛。你跟我差不多嘛，然后你的三只画戟轮入到果断套路触发了，灵魂轮不到。我是不是已经退了？你不是有针吗？你看他触发吗？又触发了。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来到阴阳师为仔而战线下直播的活动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佑佑。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有小坤还有范范，掌声有请。遥远的，咱们弹幕在发真正的靠脸混饭。我没有笑，不要笑，不要笑。不好笑，一般好笑，来来靠脸混薯片。来，地心引力，牛顿助我，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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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靠脸吃饭，名副其实。哎，以后我就是靠脸混饭。此处应有掌声，厉害，厉害。然后这里还有就是，还有，对我们节目组特地为大家准备的这个一顶假发。啊，我突然有个问题，阴阳师里面什么是神是？蓝发，蓝发，这个快猜一猜，考一下观众吧，考一下观众，发在弹幕上。啊，一会儿我可能要戴了这个。好。治疗大战。我们刚刚说的主题是治愈，那治疗大战，你能想到什么？可能就用刚才咱们回答的那些式神，然后用这些式神 PK。我们可以打到明天。啊，那来吧。老婆侦查一下，老婆挺住，老婆侦查一下，老婆。你们俩一起回家，恭喜折腾。
我们这个奖惩的环节呢，要等到你们打完这个之后，我才告诉你们。哦，我怕你们现在知道了之后，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压力。不会吧？不是吧？你紧张吗？不紧张啊。对，还不紧张。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一下现场的那个调配吧。调配时间。感觉像渣男语录，看吗？渣男语录，妈叫，今天可是七夕啊！好的，那这把我们就可以退出了。要买我的著作，赶紧。这把也有退出了。关注一下林公子，关注林公子。本来想给你们关注随风，好吧？现在也。然后我们这次惩罚呢，就是用一个元结绳的这个绳子绑住你的脚，但是脚的另外一端绑了一个葡萄，然后呢，你的脚抬得有多高，那你就。比较容易吃到那个葡萄，可能我这样形容大家还略微有那么稍微有那么点不清楚，但是一会儿我们把道具搬上来，大家一看就能懂了。第三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舞动青春，现在开始。预备节。1234567 8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伸展运动。那我扶着吧，我扶着，扶着，扶着，别摔了，好的，我先。啊，掉下一个算吗？掉下来一个怎么办？掉下来肯定不算呀。他这个是用内力把它震出来的。这已经跑偏了，这跑偏了，过来。就这样。哇，这个太难了，这个。哇，可以，真的吃了一颗，真的吃了一颗。你今天晚上就等着收表情包吧。